不觉梦风中，梦不觉为救濒死的天后妖狐，不惜动摇根基，施展速亡之术，要夺还时空，以过去的阿修罗主宰保心一番，拯救现在天后妖狐。定运心必灵，灵识交应，五病三分，穿越殊途。好，刚消一刻，无边猛力进步开来，整个梦境开始扭曲崩摇。梦不觉手腕上的黑冰黑线，接着庞大力量，要冲破时空界限。